这个是段祺瑞执政府的主楼。段祺瑞执政府原名是九辈子府，是清康熙皇帝第九子的官府，后来改为和亲王府。清雍正第五子弘昼封和亲王府之官邸。民国之后呢，改成了北洋政府海军部所在地。1924年，直奉战争结束后，改为段祺瑞执政府。这个院子里的其他的建筑，看上去也很老旧了，沧桑感十足。当然，我本人是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。经历了很多很多年的风风雨雨。这是段祺瑞执政府门口外边的两座大石狮子，左右各一个，看上去是不是很威武啊？不知道这是不是原迹。
这个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也是318惨案的发生地。1926年3月18日，北京各界群众5000余人，在中国共产党和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，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为，在天安门前进行了抗议集会。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，学生们手持削尖了的木棍，并且有抢夺卫兵的枪械、殴打卫兵的行为。之后呢，与卫兵发生了严重冲突。北洋卫兵在未鸣枪警告的情况下开枪射击学生，造成死47人、伤150多人的血腥惨案。